这只恶魔中暑了，不如我们把它嗯。哦，你看，与此同时 ，Trust me, Nero. This one's gonna be a little too much for you. 来吧，要开始爽一波了。第十六关，真的开始爽一波了。我们现在有11万。幻影这一招超好用的，时间更长，冷却时间更短，可以造一次召唤，全部投资在这把剑上面了，可以哦。我先把那把剑全部升满好了。啊，不是这摩托车。我们的斯巴达魔剑已经最终形态了，终于轮到我们了，哦，轮到我了，怪物们快洗好屁股，我来了，大丈夫得死，我打死我 Kita， 死定了，他们死定了。除了暗夜守卫，恶魔怕的是但丁。开下多久？挺快的吧。动真格。有人叫太神啦、啊！太神啦、啊！这么多没有吃到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一颗，有了。哎，这边空荡荡的，哎呦，来了。为什么没有蓄气？哎、欸，我的蓄气嘞！有了，我又要重新适应怎么玩但丁了，真的是好烦啊！
好运帽子出来摸个两下如何？还不太会用欸，讲实在的，不太会用帽子。拿出来，我应该变得跟智障一样吧？哇，我越掉越下面。怎么跳？不怕打不过了，还有想到那个五，适应哦，你很强，很快就上手，只是很会迷路。哎呀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适应这种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不太喜欢一直不断的在适应。往下走，不过这边前面有路，直接跑到这边来了，没差，应该也是可以到。哎呀！没吃到，分。哦。哎、欸，哥哥，不要跑啊！哇，自己跳楼哎、欸！哇，他是要去哪里啊？算了，我放弃了。超级会跑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要死了。有感随便乱按一通，好笑、啊。青菜敲一敲就过关了。我淡定玩到后面都变这样子、欸。
哎，前面这怎么过？嗯，这个感觉有点助跑过去吗？牛，好，算了，这是命，这是天意。怎么没有那一招？搞得喷！啊，我是没血。哎呀，我没血啦，突然想到我没血啊！哥哥啊，没有血啦，想说那一招怎么弄不出来？啊！被射死了。陨石流星，黑曜兔安安你好，播到几点了？播到我破关啊，播到我破台为止啊，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吧。现在第16关，有的是机会。又有底层了。女朋友流血了，这次是最麻烦的怪物之山，的确很麻烦。在上面一直在那边哦，徘徊不定。Onward and downward. Oh well, better get to it. 哦，
在哪里？最底层。应该是没有什么要学的啦，五万多。加长持续时间。升级版，升级版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用升什么了。恶魔化，你是说升恶魔化的东西吗？我记得我已经把升恶魔化的那个最大值全部升满了吧？哦，你说他恶魔变身是不是？恶魔化，这里了，哎呀，突然想起来了。抓住一名敌人，原始爆炸力量太扯了。这个要五万呢、欸，在 SS 技巧评价下变身。这什么意思啊？SS 级变身最终形态之后，在闪烁的时候按下解除变身，短时间内释放。没有了，只是更华丽而已。SP 满了不能学啊！我记得 SP 满了、啊，好像最大值了吧？剩下就只能靠吃。哎、欸，我从那边跳下去哦，来了。这不是三代那一只吗？三代那一只狗狗哎、欸，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好像在那里见过啊！我记得有一只像你一样的小狗。应该是不同只哦。Looks like your master's got you on a pretty short leash. Bye bye, 一岁晚安。I'll take you out for a walk. Come on, let's go. You have fought hard. 而我族类搏斗过。他是王族，他是王。They were weak, but we will feast on your flesh and gnaw on your bones.哇！左边好像是闪电，他这动作好像跟以前三代一模一样、欸，哎，这是类似像致敬吗？向三代致敬。我靠！这场面是怎样？这怎么打、啊？果然地狱三头犬。
tougher than the rest of your breed. Woohoo!体量过多了，想干什么？伤害好好低啊！变身的伤害唔通，这招是没办法闪的、哦。哇哦！为什么我又不能使用那一招了？没有用，不是可以用瞬移闪吗？瞬移是没用，还是我太早按他快死了，闪太慢了，好，把他杀掉了。这是什么新武器？又拿回来三代的双节棍了，啊！之前的双节棍去哪里了？又拿回来了。他这把是可以变换的哦，冰跟火、哦，那电嘞？
冰雷火嘛，对不对 ？Guess I'm the first one here. I like. 雷要用剑客的风格哦。剑表现过了，怎么刚刚没看到吧？太神啦！解除三种独特的模式：转动冰结棍、剑圣风格、自热放开。好，第十七。